俗语，碎俗语，俗语碎不尽。今日要讲俗语是乞食新皇帝嘴，意思是乞食的身份要求的食食，却是比较皇帝，也就是讲本身无相对的条件，不过对食品的要求却是真高。啊，若讲无相对的经济能力，又搁歹嘴斗，安尼就是无自知之明。像日本和牛，要欧美进口的牛肉，伊的滋味有真侪少年人介意。还有一挂花市啊、三店啊、食到饱的餐厅，冒真侪乡亲收钱去体验。享受美食会让人心内感觉真满足，不过若是手头有较闲，就要认份；日子若歹过，就要坚强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勇敢面对困难的星座，白羊座，因唔惊困难，嘛无想要认输。摩羯座的人，吃苦当做吃补，遇到困难未遐简单就避手。巨蟹座人为了亲人，因会想尽办法解决困难，唔惊吃苦，未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，乞食新皇帝嘴。